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就是不管你的模型来自外部还是用里面的，我这边有一个图哈。如果说你有像这样一个看板也好，或者是这个盒子啦，那你的图贴进去，你当做一个材质的时候，它会布满嘛。可是如果那个大小不满意怎么办？我们可以做调整。怎么调整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你看这边哈，在这里，我先去找一个，这两个我就先清掉了。我来看一个新的。好 ，OK， 那我找刚刚这个给各位看一下，它那个好像是叫做什么立牌吧？看看有没有啊？没有。好，那我就找这个好了。找桌子有桌巾的。哦，这么大一个。哎，如果各位像这样很大一个怎么办？你慢慢退，或者把模型缩小是一种方式，但是其实有一个比较快的在上面这里，有没有 ？Run to fit selection， 也就是说把你选择的物件就刚好放大到整个画面。那你有没有比较快一点？所以这里顺便补充一下哈，就是摄影机的操作在上面这里。那如果说我就顺便把这个补充一下，摄影机的角度你有调错的，可以还原或者是锐度。好，比如说，我在这里，我们透过这地方，我把它转啊转啊，随便乱转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按还原，有没有？你如果是贴材质或是模型的移动，那么还原是在这里。可是如果你是摄影机角度的，就从这边。那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你觉得这个角度我很喜欢，你可以来这边，因为呢，摄影机也有我的最爱，好吗？好，所以你可以把它加一下哦，这是第一个角度我喜欢的。好，那你再转转看，这个我觉得角度还不错，我再把它加起来，这样就变第二个。好，那你有两个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从这里切换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切过来，切过去，你下次就不用再怎么样重新找，因为我必须跟你讲，你下次重新找的角度要完全一模一样，有点困难。好，这个是你可以从右上角这一块来做调整的。好，这里我补充一下，完了之后我们来看看咯。因为这个桌子有桌巾也有桌角，所以呢你在给材质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咯。来，你看，如果桌角我就先点到这个桌子，但是因为桌子本身它有两个物件组成的，所以如果你是要 table， 那我就必须要点到它，我再来给它材质。好，我们到上面这边，材质在这里，你可以透过这里直接选，这个我就要木头的，按下去有没有就给它。那么如果我要的是那个桌巾的，我回到上一层，找到桌巾，好，那我再找到材质这边，我用这个图片好的哈，比如说我要这个，我就按下去，哇，可是这样按下去预设是不是怎么样变成背景图？不是哦，我不是要变背景图，所以我还原一下。不能还原吗？然后来看一下环境这里背景，好，先关掉。我按着它，这里点到桌巾，按着它丢进来。好，丢进来之后，哇，糟糕，它怎么把我放这样？我不是要变材质吗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右下角这里，来放大一下哈。我们的右下角这边，我点到它了，你看它的属性这里，属性这边有没有？它现在是变图片，变成是属于图片的一种。那我现在不是要图片，所以呢，这里可以选，不好意思哦，那旧版本比较麻烦一点哦，你不能直接这样丢进来哦，所以我改变一下，我现在点到这个桌巾的部分哦，那我就来这边找一下它有没有桌巾的图片这里。那我现在呢，就从这里把桌巾这个丢进来，有没有？这样就进来了，好。那新版本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老师上面的，它就比较单纯了。我点到它之后，可以直接选择你是要填充还是当做图片。好，这里，所以新旧版本有一点不一样。那我现在在这里呢，好了之后，你看下面这边，现在这样有没有圆点很大？可是我觉得这样不漂亮啊，所以我可以到右下角这里有一个 repeat， 好，比如说我要变四片的，那它是等比例。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样？是不是改变了？也就是说，你不是只能直接贴上去，我的那个大小是可以缩放的。如果你觉得有需要转个角度比较好看，45度角有没有？你可以转一下45度角，
图片就可以有不一样的感觉。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那如果呢，这桌子上面还要放一个 logo， 行不行？当然可以啊，那这样就比较单纯哦，就跟我们刚刚用的一样 ，logo 贴一排，真的就丢上去就好了哦，就点到它。来，我们回到这里，这里面。好，你就回到这个桌巾这边，你就把它丢出来，那就跟我们刚刚一样，有没有？丢进来之后，它就是单纯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的图片有固定哪一个要放在哪边的，你就可以像这样。那请问可以丢一个，可不可以丢两个？可以啊，你就可以再丢另外一个进来。如果你要丢在后面的话，请你把摄影机的角度先绕过去。比如说，我想丢在这里，像给各位呢，你在这边看到的，好，你这边丢进来有没有？像我可以丢两个，我也可以怎么样绕到后面去？你看我这个模型，这里可以放，这里是不是也可以放？我跟你讲，转过来还可以放哦，我转过来后面还有哦，所以你只要转到那个方向，我现在转过来的，我这边再丢一个，有没有？它就放在这里，所以你看看前面有没有一个，后面是不是有另外一个？所以你只要把你的角度转好，那么你就可以决定说你要把你的东西放在哪里。如果你要放在正的桌面上，你就把它翻下来，有没有？像这样子把它贴过来，这样是不是上去了？那你在移动这些贴图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的沿着那个模型的表面去放。这样有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其实我们用 Dimension 也可以蛮灵活的啦，但是用到现在，应该各位就是可以确定你不会做 3D 模型，可是你至少会把图放上去啊，你会做设计啊。好，所以它把你前面这一块有没有做的比较简化，这样各位在用就相对比较容易，好吧？好，所以我们把你怎么做贴图的部分呢，讲的比较清楚。好，虽然新旧版本有差异，可是至少你找到它就 OK。那如果你觉得不要的，就点到它，把它做删除。好，这样 OK， 来还给你喽。